主料，苦瓜400克，瘦肉20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花椒、大蒜、生姜、生抽、南的调味料、鸡精、青椒、料酒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苦瓜洗净，切开去瓤，然后切片，洗净切好的肉丝装盘，加料酒、生抽、盐、南的调味料，抓匀腌制5分钟。准备好所有的辅料，青椒洗净切成块，生姜、大蒜去皮切碎，花椒，热锅放油，放入花椒、大蒜、生姜煸香，倒入腌制好的肉丝，边炒边色成起备用。圆锅加油，烧热，倒入苦瓜翻炒，炒至苦瓜变色，倒入青椒继续翻炒，青椒烧变色，倒入炒过的肉丝，边炒均匀，加鸡精炒匀，起锅装盘即可。烹饪技巧：一、肉丝提前腌制，一会进入味，去腥一些。二、购买苦瓜的时候可以挑选青皮的，白皮的苦瓜更苦些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